你扫我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手机坏了可以找我修。计算机，应用技术一般。李轩。朱韵，嗯，哦，谢谢。哦，朱韵，嗯，你试试，可以用这块去打这个拳头，试一下。对，我，哎，其实你要再保证这个，就是胳膊的这块的紧张度，就是用这块去打它，试一下。那谁呀？爸。你怎么了？我看一下，这怎么这么红啊？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手，我看看，手腕能动吗？可以。有没有刺痛感？一点点。问题应该不大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要不我送他去医务室吧？对对对，啊，我自己去就好。送他去医务室。不是，我送你去吧，我那儿熟一点。行吧。对。小江，送他去医务室，去吧。其实你刚才就是用劲用错了，你要是再紧绷一点，你就绷紧的话就好了。其他人，继续练习，啊。对，我注意了，新手在没有适应的情况下，不要用太大力，注意安全啊。没什么大碍，用冰袋给他敷一下就好。行，放心吧，嗯，辛苦了。我自己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就好，我来。疼不疼？你是计算机一班的吧？嗯。啊，我之前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看过你的演出，小猪猪是吧？猪你个头！我自己来就好，不用紧。还没到点呢，得再敷一会儿。你平时应该不常运动吧？其实像你这样没经验的最容易受伤了。嗯，那个排球太硬了。这还硬？我们上课用的都是软排，那我们平时训练打比赛用的都是硬排，你要打那个还不得死在场上？不会吧？你不信啊？那下次训练我叫你去，我扣个球给你看看。你是咱们校排球队的？对啊。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来之前呢，学校的校队能走到哪一步全靠抽签。但是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一举挺进了六强，而且我还是我们学校 MVP 呢。不是，你们班男生也太鸡肋了吧，一个个都跟纸糊的似的，尤其是那个缺了几节课的，跟花架子似的。你懂什么？女人的梦想就是能平稳安宁地沉醉在花架子的世界里。好了，不疼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同学，要不我们加微信吧，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联系。就不用了。同学。咱们还是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好联系啊。你是在排球课上受伤的，唐教练让我跟进你的情况。你要是上不了排球课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请假呀。行吧。你扫我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故意的吗你？不好意思啊。手机坏了可以找我修。计算机。应用技术一般，李轩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真找你赔，还要赶我走，醒着呢。